摆摊卖龙眼突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啊，一不小心可能裤衩都要亏没了。一个晚上起来，这个叶子皮全部都干了，你看按到邦邦响的这种这个皮，哎呀，你看包包脆的，完蛋了，今天只能便宜把它扔了。但是还是很甜的，因为里面没有水分了，剩下全部都是糖分来的。今天全部都是给它啊便宜甩卖了。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大概七筐左右，称一下，像这样子满筐的一筐还剩多少斤？96.9。我们本来啊这样子拿货上来的时候呢，这样子一筐是120斤的，足足少了20多斤一筐了。这里七筐大概还有700多斤左右。6块6块，全场6块。今天晚上必须要把它全部清完了。打特价还是不错的，一百下来就这么多人了。要来的，快抢哦，快抢哦，马上没了。忙不过来，根本忙不过来。看吧，哎，排满了。哎呦，十几个人一起来啊！天哪！这是消得快的，看一下这几百斤啊，要多少个小时把它消掉？半个小时就搞定一筐。啊，现在又没有人了，人都是一堆一堆的，一来就是来一堆，一不来就一个都没有。又来了，又开始忙了。6块6块，2个半小时搞定七筐，哦，厉害了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就还剩下一点散的了，现在这边2筐散的，啊，再降1块钱，5块钱一斤，卖完走人。还剩一点散的卖不动了，现在开车去另外一个摊位看一下卖的怎么样了。另外一个摊位啊，离这里有6公里啊，那个摊位是卖那些比较新鲜、比较好的，卖10块钱一斤的。然后现在过去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摊位还剩下最后一筐了，这一筐是亮的，看一下今天营业额多少啊？人类更加忙吗？啊，还有几多人营业的？那个手机啊，收钱收到没电了，太猛了。今天晚上营业额4800，现在暂时还算不出来是亏还是赚，因为我们开头还丢了一些在水果店里面卖啊，不知道水果店那边卖了多少钱。要等他那边给数据回来啊，我们才能算得出来，看一下亏多少还是说赚多少。我们晚饭都没吃啊，现在10点多钟了，来吃晚饭。猪杂河粉搞起。